一个人的武林哈，留最后的风范。始作俑者还在蹭，始作俑者是谁呢？为什么我们的这个选手会这么的孤独？为什么我们的选手受到了这么多的委屈？这些人主政者通通都叫做始作俑者，因为哈，除了在得奖的时候，要不然这些选手是不会在他们的心中。我们昨天也投票嘛，民进党政府有没有重视体育呢？大家一致的都没有重视哈。平常什么时候重视过了？你告诉我，除了什么授旗的时候，官员站在最前面拍照，嘴巴上还告诉大家选手才是主角，我们是配角，然后一个人跑到前面，他的脸呢，他的身体照得清清楚楚，选手都有一个模糊的一个影子哈。所以这个部分真的啦哈，嘴巴讲的跟做的不一样，然后我们台湾人呢又不是傻瓜，所以之前主要是因为这个戴资颖有没有，他 PO 的那个经济舱的照片，在台湾13个字啊，不得了啊，动摇国本，差点把这个民进党的天花板给掀翻了哈。然后呢，然后我们的官员就全部有没有？没有，我们很重视，给他们最好的待遇，水蜜桃也出来了哈。然后呢，然后就是泡面了。来来来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苏贞昌的这个脸书哈。今天很多人炸锅了，惊呆了哈。苏贞昌的脸书告诉大家，今天起将陆续有台湾为这个结束征途的选手回到台湾呢。我特别请教育部跟内政部协助，让返国的选手们能够加速检疫、快速通关、专人服务，送到防疫旅馆。好，没有错嘛，是要防疫嘛哈。然后他们要展开一小段的防疫旅馆的生活。教育部体育署、中华奥会特别提供了一些小物，让他们提前感受到国人的温暖。特别精心准备的小物有什么？各种口味的台湾糕点礼盒哈，环保餐具组、蓝牙小音响、看电视转播时可以用到的必胜加油精啊，然后还有这个砸锅喽，家乡味泡面6碗。啊，我再不知道该怎么讲哈。前面经济舱送他们去，回来之后呢，送他们泡面，我不懂了哈。你不能送一点好的吗？韩冰，请教一下，招待朋友泡面你拿得出手吗？假设哪天你到我家来做客，我如果给你吃泡面，你不恨死我？对，泡面6碗，而且有人开玩笑，网友说了，哎，隔离14天，泡面至少14碗嘛，6碗泡面怎么回事？这个第一个数量很奇怪，第二个他要送家乡味泡面。结果他送的是日式泡面，他说是味噌口味的，日式才是家乡式。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家乡到底哪里，我也搞不太清楚。所以我觉得搞这些东西干嘛？人家这么辛苦回来，你就算让他吃宵夜或干嘛，我觉得好歹也送好一点点的东西吧。然后最后更好笑，你看他最后那个，最后那个加油必胜那个东西，我第一个你送人家那个干嘛？他已经比赛完回来，人家很累了。你还给他们任务，叫他继续看电视，要在那边加油。你在家里面拿那个会拿那个棒，不会吗？那个东西第一个应该他出国的时候你给他吧。对，你回来的时候你要给他这东西。在现场你才会拿那个，你在家里面会拿那个棒子在挥。然后再来更好笑的是，后面还特别刮胡哦，由某某公司提供。你到现在还不忘自如行销啊？你马上差不多哎，一个院长之尊。对啊，你们是怎样？是因为业配当初就讲好院长一定要发脸书，所以你不得不发这一篇吗？我真的搞不懂哎，你堂堂一个院长都要帮人家做自入行销，你到底在干嘛啊？而且大家记不记得之前不是讲说蔡英文管不到中华奥会啊？那现在苏贞昌显然管得到啊，苏贞昌可以叫中华奥会，可以叫体育署做这做那，讲至少他讲的一步好像都是他在指挥的样子。那请问一下，中华奥会，你蔡英文、苏贞昌，你到底管得到还是管不到？我觉得真的不要去搞这些东西了。那我有时候觉得蛮遗憾的，就是哦，像谢长廷大使，他自己本身也是桌球出身的，我记得，就是体操，他是体操哦，体操讲错了，不好意思，我记得他也是运动员出身，他应该是蛮能体会运动员的心情。是啊，结果呢，第一个他拼命在蹭，第二个呢，我觉得他不但蹭哦，还蹭到自己变神医了，你知道吗？他只要在场边望一下，说比赛中一直盗汗。哎，我想请教一下，桌球是很激烈的运动。谁比赛的时候不会流汗？你怎么知道他是盗汗？你这么神啊，光眼睛看得到。邱署长，我不知道医生是不是有这种能力，我不晓得。运动员打完比赛就暴汗嘛，暴汗跟盗汗不太一样吧？盗汗是他什么事情都没动，一直在那边流汗，那才叫盗汗。对，冷汗啊。他一直在那边拼命跑动，你认为他应该不要流汗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到底什么鬼，我也不知道。所以亏你自己还是选手出身的，我也觉得很奇怪。然后他还特别讲，我赶快跑过去哦。第一个，他要强调重点是，你知道庄智渊认识他，
很重要。他强调的是这个，庄智渊认识他。这才是他的重点。我从三楼赶下去，还拿掉口罩向他挥手，生怕没有被认出来呢。哎，拜托哎，人家东京奥运已经怕得要死，现在每天确诊都创新高，你还特别强调自己要拿掉口罩。我跟你讲，小夫啊，你长那个样子要认错很难啊。我说真的，你就算把头套住，我都认得出来。我跟你讲，真的很难。你以为人家不认识你啊？再来呢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是够了。他还转请随队医务人员给他协助，请教一下体育署没有半个人去啊？体育署都死人了、啊。他整个哎，拜托我们的奥运代表队头，没有人在关注庄智渊吗？要我们的驻日代表特别去关注他，还要由他来去转告医生去照顾他。假设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整个奥运代表队完蛋了嘛？因为这些人根本都没尽到自己的责任，这些人都放假出去玩了，是吧？只有我们的谢大使一个人看得见，所以我觉得政治人物你要蹭也就算了，我知道你们都要曝光率，可是不要蹭得这么难看，让人家觉得你真的很丢人了。